张靓颖，如果这就是爱情。齐齐格玛，东泉。常石磊，山楂树。中国歌曲排行榜就是要幸福，掌声恭喜！有请获得这一部分年度金曲奖的演唱者们到台上来领奖，有请！快快快快！我们同时有请颁奖嘉宾：天津音乐台总监潘立涛先生、辽宁广播电视台文艺中心广播文艺部总监小军先生。好，接下来的好好四川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中心主任李安康先生，湖北广播电视总台主题音乐广播总监张佳慧女士，有请四位颁奖嘉宾。有请，也再一次恭喜我们的获奖者，拿出我们最热烈。大家要站得靠近一点，来来来来来，哇！别走，来来来，往那边走。各位尊贵的颁奖嘉宾，你们今天颁出的是第一部分的年度金曲奖。对，我们等所有的获奖者到台上来。快点过去行吗？快点过来，后边你两个。奶茶呢？奶茶继续给15岁的奶茶呢？要不要这样？工作人员没有带领，那我们就先暂时保存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有请还有王力宏先生的你不知道的事呢？对，荣幸的我们第一批的这个获奖的朋友先来发表感言，好吗？来，齐齐格玛，用一句话总结你现在的感受。非常感谢大家，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喜欢东泉，喜欢听欧克族的原生态的民歌，谢谢。好，石头，给你20秒钟。谢谢大家给我这个奖，然后谢谢喜欢这个歌的人，然后就挺开心进来的。谢谢给你中个榜上，好，来，谢谢。主声。谢谢大家喜欢想念，想念是我写的第一首歌，没想到10年之后能拿季度金曲，很开心，谢谢。非常有意义，年度金曲。好，今天超正点服装的张靓颖。谢谢所有喜欢这首歌的朋友们，没想到这么早上来。然后，如果这就是爱情，希望你们都要幸福。好，那这是应该拿最佳造型奖的吧？尚雯婕今天拿到了第一个奖，年度金曲奖的感言是：太意外了，不想这么早曝光这个造型。谢谢中国榜，谢谢我的公司，谢谢冯导演。好 ，OK， 田小姐你好。喜欢寂寞寂寞就好这首歌，希望大家一起继续爱音乐，支持中国吧，有音乐就不会寂寞。好，谢谢谢谢，再恭喜一下获得年度金曲奖的这些歌手们，谢谢，也谢谢我们的颁奖嘉宾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们，我们一起去休息准备一下。好，从这边，谢谢，来，快点恭喜获奖者，同样感谢颁奖嘉宾。下面颁发今晚的第一组单项奖，年度最受欢迎新人，年度最佳创作新人，有请开奖嘉宾李霄云苏醒。